啊，放的歌。艾米莫。放得好累啊！感谢老居的25个星星，等我一下。指令方块怎么拿？干，我忘记。TIME 啦，SET0，指令方块怎么拿？我忘了指令方块怎么拿阿丘了。那种方块是我不会拿的东西。那请问连闪的指令方块怎么拿？因为一直要调白天，好烦哦、喔！哇，你好猛哦、喔！决定放这里了。TIME SET 0，脉冲吗？对不对？这样吗？完成。哦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有重复就好了哈。好，这张地图是之前跟鱼干他们玩的时候创的，创到现在就是一直升级，一直升级它，然后是拿来研究像蜂蜜啊什么的。因为后来啊，还有这个我真的觉得，我真的是需要好好哪天研究一下指令诶。不然感觉好多时候好需要像夜视效果啊什么的，然后都是自己拿那个药水来喝。看，就这样子。后来我研究啊，为什么这个海龟蛋没有用？我研究很久欸，因为我就是要让程师去采海龟蛋，可是他一直不去采。你看这超慢、超慢、超慢的，我感觉他根本就是乱走，走到海龟这边。后来我自己研究，还要地板门嘞。哦，这个，等一下哦。我感觉是要这样子欸。三叉戟的，
求了啊！我这上面怎么拿掉？这样子吗？这样有用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啊，有，他们有看到了，现在才算看到。那再来，我记得。这个是要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等等等等等，对，这样子，然后海龟蛋，海龟蛋，海龟蛋，海龟蛋又是在哪一个啦？海龟。然后放在这里。那再来这个，烦死了！这个，然后放这里，不，这里，好了。哇，开始打招呼喽！准备，郭云奇安安，游柚子安安，小远安安，静安安，与徐雨桐。安安，林星辰安安，贝贝安安，简嘉诚安安，张丽玲安安，诶，乱过两次了，我、哦、没有，张巧玲安安，还有谁？子瑜安安，小马安安，林成伟安安，DAWN 安安，努努安安，绿茶牛奶安安，这谁啊？TINALIU 安安。好，刚刚感谢老居的25颗星星，罗小薇安安，冯板上舞的经理人安安，哦，这好难念哦。我看一下哦，空杨安安，严廷汉安安，廖文山安安，艾琳安安，我知道啊，我看到你开居家，我想说进去，可是又想说不行，我还需要业绩。猪猪安安，林梦婷安安，好，这个嘞。因为那时候我想说随便盖，它就随便过去，结果没有，是那个要有我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很，因为我有说过，我之前是1.9的时候才开始研究麦块嘛，然后这时候还没有很仔细研究，我只知道想说海龟蛋可以引不死生物去踩它，那我没有想到说是那个。海龟就是要有两个空气方块，他们才会想过去采。那至于这边这些是，我该错了，对不起，这个是真我该错的。那因为它只会影响到24个，所以你看哦，以海龟蛋为中心嘛，一，然后这2、3、4、5，对吧？从这边开始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0，这边之后的都不会影响到，你看这边都不会去理海龟，所以我这个其实不用盖这么大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太做研究啦，因为对我的错，因为之前没做功课，我想说只要一片海域，然后放海龟蛋。他们就会过去，结果没有。然后这边也给那些不知道的人讲一下，阿狗不好意思，你知道，就只有我不知道啦。那再就是那个海陵方块附近不能有那个怪物，因为怪物会怕海陵方块会被驱逐。欸，也生太多了吧？啊，怎么之前就生一大堆都生不出来？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哎、欸，你就这样子，你看，普通的剑就打出了三叉戟，我真的是觉得气死。好啦，我们下去这边，那这边就是我自己盖的那个集中箱。那时候在鱼竿那边是盖一个那个，有盖那个没盖地狱门啊？准备要盖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没有玩了。
你太难打了吧？好啦，大概就这样子。那至于啊，刚刚是要研究什么人啊？这边真的是看的有点气，怎么办？做个让他们摔死的嘛。好啦，做一个让他们自己摔死的，好了，烦死了。要有玻璃地板门，因为轻松生存那边应该是盖不出这些东西啦。我是可以盖出来，因为我旁边是河流嘛，河流就可以办法就是盖一个塔柱这样子。那我盖盖看好了，这边，隔壁怎么盖的啊？哦，地板门，那再就是，然后这一层是海龟蛋，放，然后挡起来，挡起来，挡起来。来看，现在没，因为没有两格高，所以他们不会想来踩。那现在就会想踩了吧？没有诶、欸，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繁星那边乱叫啊，又没了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不会过去欸？怎样？好烦哦。就这样子，没有做功课，那边乱教。有人能回答出我的问题吗？为什么他们不会走过来？啊，这边就会，问一下为什么差这么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没看到吗？感谢，这是谁？那位日文 ID 的50颗星星，感谢你。我想一下哦。啊，算了，不想想了，头好痛。哎 欸、啊，为什么没有充能？黄昏了哎、欸，所以不是这样子吗？重复。完成。完成。所以不是这样子哦、喔。我以为是哎、欸，我的天！你 Google 查一下，不用啦。如果真的要查的话，我知道怎么答。其实最快的方法是放海灵核心啊，把他们往那边引就好。海灵核心在哪里？来进这个，OK，哎、欸，不是这个啊，这海洋之心哎、欸，啊，我是海灵核心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核心。然后我其实还是不知道海灵核心怎么启动诶。那时候玩巧克牌没有很认真在研究，只知道这个很猛，这样而已。
可以在水下呼吸，我只知道这个而已。得得得得得得得，我在乱盖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要这样子盖，是它有一定的规律吗？因为每次网络上看到的图就长这样子。也没有啊，他们也没有比较怕啊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哦，你说海龟蛋哦？不是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海龟蛋你会踩吗？嗯？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耶，他们会踩海龟蛋啊？啊，怎么突然不踩了？欸？啊，这么的就会踩。嗯，史蒂芬安安，奇怪，你们应该要会踩啊，怎么不会踩的？选项和平，好，再一次。海豚安安，你是想踩海龟蛋啊？你是想踩啊？你没有想踩，你骗人？怎么可能？哎，为什么没白天啊？